2020加第一天，UBA 男子组八强赛持续进行，球场上由辅仁大学对上文化大学。福大赛前一场遭高师大逆转，这次重整气势，希望能拿下胜利。 福大为嘉豪运球深入禁区，把球分给14号吴佩嘉，一记漂亮助攻顺利拿下2分，分数持续拉开。第三节，福大得分来到57分，让落后18分的文大一路苦追。文大林炳胜漂亮转身，把球传给三分线外的吴松俊，吴松俊毫不犹豫出手，一记漂亮3分顺利入袋，试图力挽狂澜，拉近2队分数。 福大也立刻回敬一颗3分球，让文大再度陷入苦战。即使一路拼战，最后仍难以回天，以64分败给福大的78分，苦吞8强赛以来的第4败，无缘晋级4强赛事。原视新闻人士已故桃园中立采访报道。